欢迎收看酷酷兄弟特别企划，特别企划我们要来玩小车车，感觉男孩的心都找回来了。越野车、爬山，没有错，爬山居家必备。我们这边已经准备了一些障碍物，我们的目标就是到达这个地方，同乡的最顶端。这有点高你知道吗？这跳得上去吗？而且距离还蛮远的，你知道吗？可以吗？你先还我先？我们要比时间，看谁最快，最快是啥？我先好不好？你先吗？对，我来尝试一下。你的小玩具嘛，是不是？我超爱这只，我可以带回去吗？谁可以帮忙计时？好，准备好了，准备喽！三、二、一 ，Go！ 它有在动吗？有。哇！你要开回去，你要开回去。转身，那是加速。转身离开。转回来。走错边的啦！哇，我觉得我有机会可以赢你。我们一定要到达最上面，然后中间都不能够用手。我一直转错边。你对方向认同有障碍是不是？对，我有方向认同障碍。我想要让它回来一点，可以吗？好，有，来喽。你真的很逊。我发现他刚刚倒地的时候，如果他是单脚倒地，他会自己让自己的脚回去。对。他真的平衡感好好啊，这个小东西。我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。为什么？我再近了。咚！有哎！啊，这样我下一步，等等，先让我校正一下。这登山的距离有点远，这样会不会掉下去啊？哦，好危险！我现在站在矮一边，你知道吗？一分钟哦，好，我觉得不错可以直接了。要上去了吗？这个跳，来吧！好紧张哦！哇，上得去哎！来，1分12秒32，好。好啦，换我了。你可以帮我放回去刚开始比赛的地方吗？好，没问题啊。太远了啦，你要去哪？可是这样子好不好？好，这样子，让你走一段路。好，让我走一段路，好了吗？好了，准备好了吗？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大神啊，是你最近晚餐是不是吃蛮多的？还好。你现在在干嘛？玩车啊？对啊，我在玩车。新游戏。你的车怎么啦？等一下，就他妈得。我转错地方了，其实好了。对，我看荧幕就好了。那个一分钟啦。还没一分钟啊！你这甩尾有点炫来喽！哇！就是走在矮边哦。急不得啊，哥哥！没有再急！真的吗？来喽，要出去咯！可以的！刹车！几分几秒？33秒！你的玩具？这个可以带回家了吗？赢了可以带回家，是不是？是吗？不是吗？那赢了有什么？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没有东西。耶！太棒了，33秒，好厉害，太好了！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不要忘了在左下角个喜欢，在左上角个订阅。喜欢我们频道，实时跟正片动态。我们下一集再见喽 ，See you guys， 拜拜。不错哦，玩得不错哦，33秒，烂死。自己拿好，按中间，来喽。好凉哦。哇，刮胡子好了，好不好？刮胡子。